好了，今天介绍这台车呢，是这个冒险家铁腕地狱之火。那可以看到它是一台美式肌肉车的样子，后面还可以喷火。不太好控制，左右摆。硬要跟我挤啊，这样子。好，没关系，你让我，好，让我过。还行啊，还行，没有到。哎呦，等一下，不太好控制。好了。我们直接来改车了，好不好？改车，改完之后会变得多帅！来看看，咱们就跳过这个护具了，我们直接改这个刹车啊，加一点点而已。前保险杆加了什么东西啊？碳纤维的，加上主副色调。这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支架跟降落伞？真的吗？还有降落伞，它好像就是多了一些排气管的位置啊。这我大概选一下好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水箱护罩，选哪个好看？这有罩子啊，大灯罩，双灯罩，它刚把它遮起来了。亚防撞杆是可以耐撞的意思哦。呀，它没有灯了，我觉得还是要有灯比较好看。OK， 这引擎盖，引擎盖有不同的款式哦。这是马达在上面的，对，是引擎。好了，我们直接看涂装了，好不好？经典的条纹白色、黑色。哎呦，周末战士，这个还 OK， 七七乳加巧克力哦，越看越像那个什么，有一台卡通的赛车是吧？我也不确定啊，要选哪一台啊？这个我也蛮喜欢的，咱们就选，到底选哪个好？21号，我们先看一下后面板好了。它有装甲板，Bravo， 选黑色啊，黑色搭配红色的车车，车身用黑色也还行啊，双色调的设计，这个好，黄色啦，就黄色好不好？黄色比较亮，里面的颜色随便改，不然涂装换一下啦。这个比较干净哦。好了，就它了，选了好久。这是什么防滚架是吗？车顶颜色换白色，黑色好了。侧裙，我稍微改一下。这尾翼有什么差吗？我们就选跟那个上盖一样的好了。好像是这样的。咱们出去试车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感觉怎么改都是长得差不多。有，正面会有大灯出来。
哦，真的有那种左摆头右摆尾的那种感觉，甩尾的感觉。但是我觉得转弯就是会有那种甩尾的感觉，哎、欸，擦撞，尴尬，尴尬了。就转弯不太好转。哦，我们试试看直线好不好？直线至少会比较稳定一点。Oh no！ 晃来晃去的啦。不太好控制哦。还 OK， 还 OK。好啦，这台车测试到这边了，喜欢帮我按个赞，好吧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I sober, my run through the money, depression be calling. Left all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, tell me I'm garbage. I'm going through something, that's why I ain't calling. Phone in progression, it's all that I wanted. The foe in affection, I summon and dub it. Cause bitch, I got problems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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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roblems. I solve them, I run through the money, depression be calling. Left all my blessings, I feel like I'm falling. The birdie is back.